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in Lee 李杏毅。现在加盟了新的公司，我想短期的目标都是首先想快点开一个红馆 show 先，想给等了很久的 fans 一个红馆的演唱会，希望在一年之内可以发生这个。再中期的一个目标就可能希望这几年有机会可以去第二度开演唱会，即是真的做一个多国家或者多城市的一个巡回演唱会。